Bio Plus， 再一个用那个这个摊位的老板说，现在只要来排队就送，再一个哦，只要来排队就送，再一个，然后呢买一包送一包，只要是排队就送，再一个，好，你现在练习如何？练习 OK 啊，不会太赶啊。刚好中场休息，可以慢慢来。想问一下，你参加健美多久了？然后呢，如果有口渴的观众，这边有免费的咖啡。13了、啊。由麦克叔叔。那你有拿过冠军吧？那我想问你哦，你参加这么多。这么久了，健美对你来讲，然后如果能够在摊位表演，就可以提高训练的斗志，提高训练的斗志，然后让生活作息更规律。所以健美比赛让你有一个很好的作息，就是了。这边有免费的咖啡可以喝。你之前作息不太好是吗？就是没有那么规律，有比赛会更规律。你健美裤有换过其他颜色吗？有。红色、黑色，然后还有樱桃色。有没有摇摇杯的来装？因为以前都看到你只有穿黑色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会穿红色啦，只是比较少。哦。可能体重要重一点，然后穿红色。麦克这边有麦克叔叔这边有个女生要咖啡。